师傅，去机场。田小姐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下飞机后就没有其他工作安排吗？田小姐，你昨晚就没休息好，刚才在休息室还一直打哈欠呢。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下飞机后直接去 shopping 啊？薛先生啊，我们这个家庭管理服务是一条龙全包括的啊，由一个私人管家统一带领整个团队啊，那包括什么司机啊、医生啊、厨师啊、园丁哦，还有你们那个有钱人哦最看重的那个理财师啊，我们通通都有啊。哎，那如果以后你有小孩啊，我们还有专门的儿童陪护啊！啊，薛先生啊，看这里，看这里啦！我们现在是开业前3个月，只要你一次性购买10年的服务，我们还可以打9折的优惠哦。你确定，你们公司10年内不会倒闭吗？欢迎光临企业家居。桌子。柜子、床都要了。田小姐，你买那么多往哪儿放呀？管呢，还有这床、这个、这件，还有这白的、那双鞋、那绿的、花的、那包，先这些吧。哎，田小姐，你等等我。薛先生，他们都有着强健的体魄、灵活的身手、超凡的应变能力。他们是我们公司保镖中的保镖，保镖中的堡垒。您看，哪一个比较合你的心意？太矮了，太高了。太瘦，太丑了。薛先生，这可是我们最优秀的保镖，很多太太小姐都雇佣过他，好评率是5颗星哦。算了，我不喜欢他的血型。我看你不是来找保镖的吧？你是来找茬的吧？东东，田小姐，请说。去年宅男女神网络票选，我是不是第一名？比第二名高出好多票呢。那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男人都愿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？如果把变态都算上的话，说不定就破亿了。那会有男人不喜欢我吗？没有，除非他喜欢男人。那东东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，啊！田小姐，你是不是跟大小哥吵架了呀？不是说好了人妖殊途不玩真的吗？你这个样子，东东很伤心的。你这就是典型的失恋了。拼命工作，拼命购物，拼命喝酒。闭嘴！我就是失恋了。东东，晚上喝酒去。
该回去了。我脾气那么差，你还一直在我身边。天瑶姐，不要太伤心了。我是你的头号粉丝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不伤心，我很快乐。去，给我点一首《分手后的天空也是粉红色的》。没有这首歌吧？别胡说，我的天空就是粉红色的，快去。行。小姐。大小哥，快来救场啊！大小哥，我不要生气啊。小哥，幸亏你来了，否则我真不知道怎么把田小姐弄回家去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吵架呀？就算是田小姐哪里做的不对，你都500多岁了，也该让她一下。小老板，其实你很喜欢我吧？虽然有约定在先，但你完全可以不管我的。可你还这么担心我，保护我，所以你肯定非常非常喜欢我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做了让你误会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就是关于车祸，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原因。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我当时很犹豫要不要救你。你流了很多血，也正是这些血救了我。只要我反哺血液施救，你和我之间也就有了感应。我知道的，我发生危险你都会有感应的。没错，你一遇到危险我就会有感应，这会提醒我尽快来救你，也等于是救我自己。因为一旦你死了，我就会在一段时间里再度陷入休眠。在此期间，如果我没有及时隐藏起来，或者被仇人找到，那么我将任人宰割。对不起，让你误会。从一开始，我就应该说清楚的。
所以，你都是为了保护你自己，其他的都是我自作多情了。飘过来，就这样吧。我认输了，希望你赶快找到你的仇人，然后离开我。不是毫无保留的爱情，我根本就不稀罕。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对你死缠烂打。让我们回到过去，彼此原来的生活吧。小鬼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说的对，你都活了500多岁了，什么女人没见过，怎么会看得上我呢？我这个女神啊，抠门又没品，还喜欢说脏话。哎呦，交了7、8个男朋友，没有一个有结果的。不差你这一个，反正我天生运气差，你放心走吧。躲到深山老林里，没有让别人找到你哦。待上几十年，不对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几年我就倒霉死了，你就可以彻底摆脱我了。别说胡话了，你在发烧。雪儿乖，现在的女人啊，就是这么没出息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明明别人一点都不在乎，还是会难过。雪儿乖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都已经不需要你了，看热闹也看够了吧。